您看啊，这个水井坏的比较厉害，哐当哐当的。不知道能出水不？不行，出不了水，坏的呢。水上不来，白费。修了半天啊，有个零件忘装了。哎，搞怂了、啊、这是。给人搞坏了啊，除没修好还给人搞坏了。刚才还能人家还能拉出来呢，现在拉都拉不出来了，你们看一下。老铁们你看。给人弄坏了，除没修好弄坏了啊。老总总老种子都给拉出来了。怪不得拉不动呢。你们可真是人才呀。这下废了。老铁们这口井没修好，除没给人修好还修坏了啊。这俩师傅真的是不靠谱啊。打开了，今天不给钱啊 ，no money。Tomorrow OK 了，给我 money，OK、okay?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，今天就完了。你看看，这俩货给人修坏了，还竖大拇指呢。你都给人弄坏了，你还竖大拇指？我们走了啊，明天见。